是。以前吃的那个味道，应该没有变。我妈很喜欢吃他们家的麻油鸡，是超级爱吃的。但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就是癌症，就是看我们吃，所以那时候等到我妈那时候就去当天使的时候，也一直就是每一次经过我就不敢走。平常其实很少很少会去推荐一个店家，但我觉得他们家刚好有这一集，然后我觉得也让我。好，我要哭。好，我先缓缓。怎么了？对，就是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不敢吃他们家的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彰化人嘛，那每一次就是来台北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妈很喜欢吃他们家的麻油鸡，是超级爱吃的。但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就是癌症，然后那时候就已经就气切什么都没办法吃，她就来，她只能就是看我们吃。所以那时候等到我妈那时候就去当天使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就是我好像少了一个，并不是说你们东西不好，而是我觉得好像少了一个可以。跟我妈妈连接 的餐厅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也一直就是每一次经过我都不敢吃，然后特别是我那天去那个买他们旁边的脆皮甜甜圈，然后也经过突然经过他们家的店，然后刚好今天就是也要我就刚好想说，哎，我就可以介绍他们家的店，所以你是说从你妈妈走了之后，你已经四年多了，再没吃过，不敢吃，哇啊，很感动，但是我今天我哭了。我觉得我今天会特别想要再把他们分享出来，是因为我觉得趁着大家，我觉得彼此跟家人跟朋友都还有连结的时候，我觉得可以一起把这个味道跟这些你的现有的还没有，就是这些人都还活着的时候，然后可以好好的在这间店有更多的回忆，好感人哦，很感人。感谢你，感谢我们都还活着，谢谢，真的真的就觉得现在整个已经把节目。烘托的变是很感性哎，对、啊，那等一下他们其他人接受一些那种无微博，对，这样子，对，因为我是第一次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就觉得刚好这间店是，那你有把握你等一下吃了之后你不会怎么样吧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太久没吃了，但是你还记得那个味道？当然当然，第一泡就这么感人，对啊。好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情感的连结。老板那个眼眶也昂昂了啦，对，会讲的让人家有点情感的连结。接下来我们就要真的吃一下这个有故事的麻油鸡了，好不好？欢迎我们的食物分享。一上来就有那个麻油的香气，麻油鸡。对，所以你们店只卖麻油鸡吗？很多很多。很多，我们的品项非常多，麻油鸡、素物鸡、人参鸡、香菇鸡，还有猪腰啊、猪心、猪肝，通通都有。但是你妈最爱麻油鸡，对我妈最爱麻油鸡。来，我们这个是开这个锅，很怀念的味道，很烫，不烫。哇！请问你过来闻一下这个味道，你看你多久没闻了？来闻一下，闻一下是不是这个感觉？是哎，你要不要先来闻一下？来来来。是以前吃的那个味道，应该没有变，没变，味道没变。你要不要当第一个吃的？先让你吃啊，这样我们就吃不下了。我们这一集是在介绍美食哦，对，我们在介绍美食哦，是美食背后的故事哦。哎，不是，老师真的要推荐大家很好吃的美食。对，所以你觉得你妈妈那么爱喝，是因为她的？酒的调配跟什么都很平衡，很刚好。因为我妈也是一个不喝酒的人，我妈妈也很会煮麻油鸡。哇，好香哦！你几年没喝了？我是妈妈走了快四年多，四年多没喝。四年第一次，第一次就现，就是真的咪咪的对麻油鸡。哇哇，有没有很暖心？有，很暖心。完全没变吗？没变。而且很舒服，就是很顺口。对，你们当时吃的时候会加面线进去吗？会放面线，他们的面线我觉得很好吃，但他的那个米雪猪血糕，猪血糕，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来来了。对，所以明明你们这个店是开多久了？我在这边开店25年，那我们之前是在路边摊，是，现在有店面了，对对对，开了25年了。那你就是创始人吗？创始人就是父亲，父亲，爸爸，父亲，对，爸爸，爸爸是第一代。然后你接爸爸的，对，我接第二代。他那个怕酒的人来吃他这一家就对了，也是酒味很淡吗？对对对，就很淡。那像你呢，嗜酒之人呢，就不要了，再多加一点酒，可以再加。喜欢酒味重，酒香的浓郁，对，但是他比较清淡一点。
舒服，难怪你妈妈喜欢吃。对，而且它不会很咸，谢谢。它就是它的那个，它是比较稍微偏甜一点点，不会觉得有会变胖的感觉，不会有负担，不会太油或者不会。哎，拜托你们俩示范一下讲话好不好？讲话就用正常音量，不需要。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这个超过一半，这个一半了。对，然后你们俩自己。两个咸咸哎，两个咸咸。你们俩聊天看看哈，用正常的语调。好。咸咸现在在哪里高就？咸咸。咸咸啊！你看，然后你讲话。我在行销公司上班。啊？我在。真的，我们有时候讲话就是要这样。对。跟超哥去讲话讲一讲，然后就啊。那其实最尴尬的是，如果他问我问题，然后我没有听到，我会就会假笑。就是我听不到话的时候，我会假笑，然后他就会看着我说你在笑什么，我就知道哦，他刚刚其实是在问我问题，然后我就要再问一次哦，你刚刚说什么没听到，这种时候就会很尴尬，这样假装就给一个回应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很常会听不到就要假笑。你好地面哦，而且 force 有点高度吧，如果你 force 脱掉会怎么样嘞？方便吗？又在下一句，哇塞，哇。他真的147，妈呀！怎么那么小？你可以把它拎起来带着走，哎，真的。那你在公司呢？就是员工们就是都比你高很多，是不是？对，我都是要抬头这样讲话。然后他们也都需要这样弯腰什么什么。哎，对，要弯腰。可是会不会比较受欢迎？觉得你很可爱？没有，但会很常被帮助，就是看到我拿高的东西，就会自己说要帮我拿，但其实我也没有拿不到。就我可以爬个梯子什么，但是我看起来就会很弱小，对，看起来很需要被帮助。你应该有很多东西拿不到吧？嗯，对。你拿到桌上那个水吗？哎，那个平面。拿得到我手上的书吗？好过分啊！好笨啊！哎，这是我最喜欢跟玛丽玩的东西，抱歉抱歉。哎，不然你碰得到哈笑远的头吗？我碰不到。你不能躲了，你要放松。只能碰到太阳穴，不错哎，太阳穴。哎，师姐碰得到吗？鞋子这么高，不能穿高跟鞋，你不能躲。可以啦，可是你看你的鞋子那么高，我是不会把鞋子脱下来。真的好小，所以你们家人都是偏比较迷你的吗？对，最高就我哥哥，但也才170而已。170还 OK 啦。对，爸妈呢？我妈大概155左右。那你在学校的好处是什么？好处的话就是像那种大队接力或是躲避球要分组的时候，大家都会第一个找我，但其实我也真的没有跑得特别快或是躲得特别好，就看起来很矮，所以怕看起来跑很快或是躲避球。你不是看起来很矮？比如说我们就是如果那边有一颗球，他一定是最快捡到的啊，因为他的起步会最快。你们三个比赛啊，好，预备开始。谁捡到了？你。所以你也是地面人呢、啊。小时候不要捡的，被骗。被骗。可是上当了。哎，你给我捡起来。太想赢了。你得失心需要那么重吗？所以请问一下，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哦。有交过吗？有交过，刚分手。男朋友几公分？160，前男友的160。所以你是故意找不要太夸张的身高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是不在意身高，因为我矮，所以我不会对身高特别要求。你不会向往就是高一点，然后看你可以靠在他胸怀里吗？我有教过大概178，但是就是会讲话听不到。对，最后就吵架，是不是？对，讲话都没人听，我是真的没听到。你们俩是不是就蛮搭的？他们两个不错哎，这个很搭哎，你看起来很高。所以这样你会不会觉得就 OK 了？嗯，这样算高了，对我来说很高。那当然。你要不要去地面？从节目开播140几集来，第一次有人说，哎，是这样买的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哦，200就都太 OK 了，太多了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觉得白色的感觉很高啊。我也觉得，我觉得后面那个黑色短裙，然后白色衬衫的感觉也是高个儿啊。嗯。所以要先看哪一个？前面好了啦。群群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3、2、1，请拿。
是蛮小小的，正常脸，应该就是160啊，可爱脸。你是里面最矮的吗？我是里面最高的，但我比玛丽矮一点点。他刚刚说他是玉米笋嘛，我就是截肢的玉米笋，截肢的玉米笋，被咬了，被咬了，没有那个地啦，没有地头的玉米笋。所以你的生活是开心的吗？我生活是开心的，但是会遇到很多困扰，比如说什么？就是譬如走在路上的时候被搭讪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他就是心里窃喜，你知道吗？就想说，哦，他称赞你漂亮，然后每次都是说，哦，我觉得你很可爱，然后我就心里就，哦，可爱哦，嗯，好好。被说可爱不行吗？就是听腻啦。你想被说漂亮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从来不会有人说是哦好正哦好漂亮，就是每次说哦好可爱，我觉得小小只的。所以男生是不是看到那个比较小的女生就会只能说可爱？大部分不会说性感。不会，因为他的脸也是可爱的，对、啊，你的脸就是可爱啊，就很像小朋友、啊，对啊，然后就很多人就觉得我很小，对，但是我最希望被听到的是什么？如果有人说，我靠，你真的好性感哦，好辣，我会觉得很高兴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可是你的脸就不是这种脸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也没办法。OK， 那要请你站起来了，好，很快哦。很快就结束了，会比刚刚那个要珍惜，要珍惜，再慢一点点时间，好好好，三。二一，请站。有，但我穿的这么高的鞋子。对，因为你现在看起来蛮正常的。我觉得对，很还蛮合理的、啊，就比较亲近。但我站在球场觉得很可怕，就球场。球场麻烦他这样抬一下。我的球场，来来，站在球场的。对，因为我们球场有200多公分的，就是更高。哦，你真的是啦啦队吗？对。所以你是篮球队的啦啦？去年是，我今年不在了，但我去年在。霹雳的工程师，对，你在工程师的，嗯，是哦，怎么了？没有，因为工程师有一个230公分的球员，对，哦，我看他都是这样，有一次他一半吧，嗯，对不对？有一次怎么样？有一次拍照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大家我们大家都自己会拍照，那就是那个200多公分那个就走过去，然后我就直接消失，就变成这样。你在里面吗？真的。我是穿紫色衣服，然后他走过去，我就完全被挡住。他下面有一只青松脚，对吧？对，而且真的是球员，不管任何一个，就算不是他，其他的我就是也是这样的身高。所以球员是不是都以为没有啦啦队里面没有你这个人？对，就是他们视线没有我，所以像我们上场跳完之后，那我就这样，赶快躲他们，因为他们完全视线看不到我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就会赶快撤退。然后他们不会低头看一下人吗？不会啊，因为他们就大家一样高。然后就视线真的没有我，所以你很危险呢。对，我是被撞到过，就碰到。你被球员撞到过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因为他们就走过来，然后就赶快跑。所以你很会，你很会闪躲，对，就是要赶快闪。因为他们啦啦队经常做完以后，最后可能是半跪。对。那球员那个200多公分走过去，他不闪哦。啪就被踢出去，好像在踢球。我们之前有一个老外就这样，210几公分，这样走也没想到，他还那个还是嘿嘿嘿，然后就啪就直接好像就是往屁股踢，你就看到他，然后所以后来他们拉队每个都很敏捷，然后就赶快跑，赶快跑，要闪很快。那你有在幻想跟球员谈恋爱吗？小时候有哎、欸，现在没有。那我想问，你有跟球员真正交往过吗？没有。对，但我有听说过有人跟球员暧昧，就我身边有人，谁不是不是不是啊，要听要听，就听说到跟哪个球员跟哪个球员，哎呦，不是你讲出来我们可能也不认识，对啊，球员那么多，有在别队，我这里谁嘛，我偷偷讲，偷偷讲，谁你认识吗？不认识，但是你一定不认识。我是球队的那个总经理 ，OK， 哇！所以所有篮球员你都认识哦？啊，也没有，有时候有一些边边角角也真的都不认识，就是反角角。没有，比较年轻的，新的了，有一些可能真的会不认识。所以你现在你心中的男生的标准身高就是要当男朋友的，175到180吧？哦，175到185，哇，185很高哎，就是蛮关的，享受一下。身高差，而且那样就是会觉得很浪漫，你们觉得就是要亲他，还要这样跳起来，然后抱他的脖子。哎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假如他是你男朋友的话，你要，比如说你要这样，弄他脖，勒他脖子。对对对对。怎么像索命的女鬼？已经穿高的鞋子。请问一下，
没有要真的亲，我说可以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可以亲得到吗？真的亲 OK 啊，没有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假装是每个男人都这样，假装要亲亲得到吗？没有要勾勾脖子，我还不勾脖子。上去要怎么亲、啊？小阿妹可以把它吊起来吗？对啊，你用力哦，你用力哦，用力哦。哎，他可以跳高，你看有没有？所以你亲不到185的啊。他可以蹲下来。哦，你说你还要这样是不是？对啊。可是他有退化性关节炎的话，就蹲不了啊。对啊。膝盖真的很不好。他今天只是我们的道具而已。好，谢谢。谢谢群群。然后他还是就一直站，因为我是想说，这随时可能都会一直来回膝盖，膝盖不舒服。对对对，你 OK， 你就一直站着好了。好，接下来那我还是先回去好了吧。我觉得就那个白衬衫好了，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应该不会太矮。宇轩吗？对。好，宇轩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声音是矮的、哦。对，声音是矮的，一定会有的，很矮吧？好啦。孩童的声音，3、2、1，请拿。哎，也是高个脸吗？高个脸，好可爱可爱的、啊。明明就是差不多165啊。对，就发在 Instagram 看到这里，会觉得他不会是矮的。对，对，网友都觉得我看起来很高，就是拍照的话腿是很长的。所以宇轩还没有讲他身高，对不对？还没。我147.5，有一个点五。147.5对你来说很重要。很重要。所以别人说你是147，你就会生气。点五，点五，点五。所以你现在做什么行业？我是直播主，唱歌的。唱歌？可是你的声音会不会很局限啊？不会，我唱歌不是这声音。哎、欸，会变啊！阿令那种。哇！阿令那种。真的？阿令那种。我们要先，我们要先准备好让他站起来，然后再请他演唱阿令的歌。站起来的时候不要眨眼。147.5，站起来需要多少时间呢？宇轩，3、2、1，请站。一秒。结束了。而且他的脚超小哎，我21.5，我还穿红鞋。总会有人21.5的脚，21.5。他的鞋子好可怕。21.5是可以买童鞋，这是童鞋。你这位童鞋，哎，我好难得要这样看人家。就是你脚比我女儿还小，而且还有点大。哇塞！所以你应该都要买童装吧？衣服不用，可是裤子的话一定要。所以你准备好要以阿丽的歌声喽？天哪！要就是要有气势哦。他。呼啦啦啦啦啦啦，咿呀哦嗨呀，因为今天我们要见面，所以太阳才升起。因为你手中的那条线，风筝才放心的去飞。阿丽有一首最难很高的歌，那你要不要挑战阿丽最高的那首歌？孤独万岁，十年无罪。看。孤独万岁，失恋无罪，谁保证一觉醒来有人陪？真的跟你讲的声音差好多。但很多人以为我讲话是装的，但是是真的。怎么会？怎么？是因为这个吗？是因为这个吗？不是，怎么可能呢？变身麦克风啊！你试一下，你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孤独万岁。孤独万岁，失恋无罪。还没，还没。谁保证？谁保证？我气息太高了。麦克风的问题，这麦克风真的变成麦克风哎。哇。哎，你很会唱哎，因为它共鸣的关系。对对，因为你在唱歌的时候呢，你是用到头腔跟前面的鼻腔共鸣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你是很会唱是不是？鼻腔鼻腔老师来了，鼻腔老师。来唱，你要唱什么？你要听什么？刚那刚刚的你可以吗？可以。孤独万岁，失恋无罪，谁保证一觉醒来有人陪？乐观依然心。拿来啦，快掉了！拿，都是什么东西？怎么？还在那边讲那个鼻腔的？对，他前面讲那么多腔哎。对呀，真的，因为他平常讲话其实是用喉音的部分。你还讲？你唱很快，还在，还在唱鬼的。
谢。男朋友是有交过很高的吗？很高或很矮都可以，但当然越高越好。秘密矮不行吧？好歹要跟我一样高吧，不然我要去幼稚园找。所以这样，你跟他的话，就他这样的身高是 OK 的吧？可以吗，轩？我喜欢再高一点。如果真的要说，如果真的让我选的话，再高一点。可是他又太高了，170的。啊，配个170，感受一下那个身高。你要找的那个身高，他是170。哎、欸，蛮好看的啊，非常的美，母女档就 OK， 就会有那个浪漫感，对，会有被保护的感觉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于轩。